本动画由有妖气魅族手机哔哩哔哩弹幕网提供。不好了，这样下去，不管我们是否听见了规则，这个团队的分裂已经是早晚的事情了。听着，我不想再让团队做任何有风险的事情了，别再出这种馊主意了，绝对不行。好啊，那么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？比如有人动手了。干得漂亮。喂喂，够了，你有病啊，突然叫这么大声，这种走廊里火焰会被放大的。是啊，估计所有人都能听到。难道这就是你说的隔空杀人？七号不是你的目标吗？没错啊，我刚收到系统提示，说我完成了可选任务。哼，你说谎，别以为我们那么好骗，七号根本不是你的目标。哎呀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好了，我们可是同伴啊，你这是在怀疑我喽？是啊，我们不应该怀疑同伴。我没有随便怀疑同伴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明明都知道了我的目标是七号，还故意去攻击，这是为了分裂我们，我们不能上当啊。说的没错没错。为什么为什么你一直替他说话？你不觉得你一直在当老好人吗？不是，六号这么说都是为了团队，反而是你，为什么要针对我呢？上当了，这家伙料定我会为了团队偏袒他。其实他这么说，就是为了让二号在团队中被完全孤立。你们两个这样一唱一和，倒是很奇怪啊。身上带有武器的人，你这么说才叫奇怪吧？什么意思？你也向着他说话了？至少我知道他并没有做任何损害团队的事情。难道一把刀子就叫损害团队吗？你这是破坏团队平衡，少拿团队说事。一开始你就和我对着干，你是想破坏协定吗？破坏就破坏，怎么样吧。我的目标就在四人联盟里面，那个联盟非常脆弱，所以一点点怀疑就能让队伍瞬间决裂，这是第一点。大家冷静一点。而五号这个不安定因素在队伍里一定会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，这是第二点。这两点加起来，我至少有70%的把握能决裂他们。是他自己冲过来，不是我。你干什么？把刀给我，放开我！你终于动手了。说了，是他自己冲过来。把刀子放下，不可能！给我放手！这是你逼我的，杀了你！别挣扎了，受死吧！五号，帮我！他想逆反协议的。好的，马上过来。那还有30%是什么？是赌博。
我相信那个五号会看穿我的计划，但是你这是在干什么啊？拍下战利品，个人嗜好。我指的是为什么突然帮我。因为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目标刚才被你干掉了。太巧了，我的目标也死了。快想想怎么离开这里吧，队友。不用想了，团队已经破裂，这个陷阱自然就消失了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我们快离开这里吧，七号也总算没白死。我想你误会了。有两件事你没搞清楚。我赌这个五号。第一，七号没有死，人死的时候叫不出声嘶力竭的声音。第二，我对你已经没兴趣了，一定非常乐意帮我完成这个隔空杀人。 Game over。 二号玩家死亡，专属任务完成，五分将在游戏结束后增加，如果游戏失败则本分数不会添加。我接到系统提示了，专属任务完成了。哇，你真的好厉害。我估计四人团队应该死得差不多了，除了那个五号。我现在是最安全的人了，我盯着你呢。原来你让我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盯着我，你好狡猾啊。我的事办完了，可以继续找出口了。喂，我说七号，你就不能为我死一回吗？让我看看爱情的伟大。抱歉，我的分数也不富裕，不然我会考虑一下的。你就不能为我死一回吗？系统变更中。啊，什么声音？这是怎么冒出来的？管那么多，先跑再说了。聪明人现在没空。你看前面，前面有墙。这算什么？前面还有。我靠！我们去参加综艺节目，一定稳赢。别吐槽了，前面还有一个。我靠！这算什么？我先过。过，过你大爷呀！看不出你还有点力气啊。啊，前面路断了。后面快跑。跳啊。差一点。墙停了，快拉我上去啊！你吓死我了，刚才只要一脚你就成功了。以德报怨。原来我在你心中是这么蛇蝎心肠的女人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没关系，我习惯了，反正我本来就是个爱说谎的女孩。我们马上就能找到出口了，看得出来这局游戏在不断考验团队的信任度。我们既然都已经经受住了考验，那胜利已经不远了。能跟你组成团队真好。
这场景变化也太大了吧，有种要打 BOSS 的感觉。总要有个最后的考验之类的吧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其他人。其他人？你指的是谁？还活下来的玩家，应该。一号，七号，这里没你的事，我的目标是三号。我不会走的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可笑，你还不知道其实你是三号的目标吧？老早就知道了，傻老。大傻老。什么？这样你们还能在一起？难道你们已经牵过手了？竟然在游戏中做这么下流的事情，不可原谅啊，不可原谅。这以后的恋爱史一定很悲惨，惨不忍睹啊。你们都给我去死吧。想伤害三号，先放倒我吧。夏池，你没事吧？夏池。可恶，你这个没人要的秃驴。杀了你。住手，我才是你的对手。够了，夏池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男人在保护女人的情况下，战斗力是会翻倍的。夏池，去碰他。死吧！玩的好热闹啊！加我一个怎么样？当飞蛾挣扎，是否怨恨火焰？当信念剧烈，是否完成了蜕变？只能闭上眼，默数着笔记的时间停，孤独恐惧意图占据整个空间，现实不甘寂寞在虚构中上演。 Mistake and Destiny， 追寻着暗线，流星每个深渊，陌生的局面总会有人离别，无法再停歇，去想一想下个明天。希望之花开在勇敢的